重新开始。其实这样子的主题呢，不管在家庭、在学校、在班级或者个人的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呢，都会常常发生。那在你们的伦理剧的准备的十个故事里面呢，其中有一个故事叫做浪子回头，对不对？很多同学、很多班级会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来呈现，特别是我看到下一周有好几个班级呢会来呈现这个主题。其实今天这个演出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呈现呢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那我就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除了演出之外呢，许多艺术家特别是画家他们也会愿意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子愿意回头、愿意宽恕这样子的主题呢，用画作、用音乐来呈现出来。所以现在呢，我就为各位准备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回家》，那我们可以慢慢的欣赏。
各位，我们都不会永远是那个样子，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是那个故事。意思就是说，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有那种慈悲来欢迎对方回来，跟对方和好。所以这个两个角色呢，其实我们可能常常在替换。有时候我们是那个原谅别人的人，有时候我们是那个需要别人原谅的人。所以不管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我们都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态度，一个是悔改的态度，一个是接纳的态度。好，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司仪了。